香港终于有第一间任天堂的正规铺头啦，喺边度咧？就系深水埗黄金商场入面。今日過到嚟鋪頭，其實你想揾啲咩？主要都係睇下任天堂，希望買翻嗰啲 Switch 嘅盛大嗰啲 game 咯，因為出面炒價炒得好犀利嘅。今日你其實主要係想揾邊款咧？而家好出名嘅一隻《動物森友會》咯，咁我想睇下適唔適合小朋友，因為想買俾小朋友玩嘅。主要嚟睇下呢啲精品咯。哦，你本身都有玩開呢隻 game 嘅咩？啱啱買咗俾太太。有呢間第一間嘅正規鋪頭之外，咁會唔會話覺得方便咗？其實都 OK 嘅，價錢都算公道。NSEW 是全港第一间任天堂正规商品的贩卖店，铺位空间不算很大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铺头入面展示了多款经典大热的游戏，来到这里还可以试玩，是啱了新的 game， 但不肯定啱啱自己玩，可以在现场试玩了再决定买不买。职员会讲解游戏的内容，也会教你怎样玩。除了这部大电视之外，还有四部 Switch 例机给大家试驾。咁呢度咧，仲有个 Genus Bar 啦，咁佢就可以帮各位 gamer 解决呢个嘅机身啦，或者 software 上面嘅问题嘅。Animal Crossing 嘅特别版主机咧，暂时都冇货啊，但系嚟到呢个香港铺头咧，咁你买任何产品咧，都会有呢个嘅特典送噶。铺头入面仲有其他同款主题嘅产品。另外在这里买主机的话，就会自动成为会员，享有这个的 Switch Care 基本服务。服务包括 eShop 使用教学、转移存档和解决主机连接等等的问题。